上帝除了宜兰和垦丁还有哪里？答案是台东。台东因为它是地形的关系，然后在因为它是沿岸嘛，比较居多，它下面是石头的关系，所以浪会比较固定，浪形也会比较固定，起浪的点，浪拱起来的那个点会比较固定，然后还有水温，北部的水温很冷，这边的水温大概高个5度到8度，在这边是一年四季都有浪玩，只是差别在小或大而已。就是这么好的条件，让台东能够和国际职业冲浪组织 ASP 合作举办国际冲浪公开赛，吸引来自11个国家50多位国内外选手参赛。看着看着，我的法国朋友竟忍不住想要马上跳下去冲，顺便把我一起拖下水。啊，看起来好冷啊，而且我没有冲过。幸好这边有很棒的教练，今天电光大哥要教我怎么冲。那这个就是板子的中心线 ，OK。然后我们跳上去的时候，大概在这个位置，不要太后面 ，OK， 也不要太前面。好，划水的时候。两只手不要交错，等一只手到以后，再换一只手，一只手到再换一只手。OK， 我们起身的动作就来了，1、2，越低，重心越稳。OK， 好，当你做到这样的动作还没外爆的时候，就它成功一半了。OK， 好，我们就来。就看着正前方就可以了。永远都是看起来很简单。好，来绑脚绳。那个脚绳，它是一个你跟板子的一个联系，它很重要。因为你如果遇到大浪的时候，你如果摔倒了，你的板子没有脚绳在中间这个联系的时候，板子跑掉了，你一个人在那边了，你没有你的救生的用具，你没有脚绳，对别人很危险。因为你如果歪抱摔倒了，板子可能会撞到人家。电视和电影让人觉得冲浪活动都会有 bikini 和白沙滩，但今天我发现水是冷的，所以要穿防寒衣，而脚底踩的是硬硬的黑石头，不小心会受伤哎，而且好难哦，这不叫做冲浪，这叫做被浪冲。请允许我继续练习，大家暂时先看电，他真的很厉害的样子，姿势标准，嬉皮发型，他真是个认真的冲浪咖，而我还在努力，不过有进步了哦，我可以站起来了哦。他刚刚有没有喝到水？哇，每一次哦，每一次滑水的时候，歪抱的时候，下去的时候都有喝到，嗯。水性还可以再加强，对，水性够强的时候，其实下去的反应就是吐气、吐气、憋气。你在滑水的时候，你的脚会很自然的就张开，因为平衡嘛。很多初学的时候这样，那其实它没有比较好，因为你的脚张开开对平衡，你个人觉得是有帮助，其实没有。对，其实你的脚要并拢，放在那个板子的重心的时候，你去平衡它。对，而且脚开开的 ，ready 嘛，然后脚开开的不好看啊。虽然很糗，但还是玩得很开心，好好玩哦。可是我觉得我好狼狈，我现在是在流眼泪、流鼻涕还是流口水，我已经分不清楚了。不过很开心，可以站起来两次哦，我站起来两次，哎，没有3次，耶！电也回来了。How was it? It was great. Yeah? Great waves. Oh, perfect. I can't believe I've been surfing here. And in front of that. In front of the mountain, diving in the ocean. It's paradise here. Yeah. I'm gonna come back. Me too. I didn't think the water would be so nice. Nah. I expected it to be really cool because the air temperature is a little warm. Yeah, it's warm. It's nicer in the water than out here. And we had the whole spot just for us.好好玩，好兴奋，现在好饿哦。
冬天来到台东，听说要吃鲫鱼。哦，煎鲫鱼肚哎，看起来真美味。最肥美的，因为在冬天的时候，等于是它洄游到这里的时候是最肥美的。连日本都很喜欢我们东部的鲫鱼，鲫鱼从几十公斤到两三百公斤都有。那最好吃的大概将近快两百公斤的鲫鱼最好吃。像我们今天的生鱼片，我们是挑选鲫鱼的背鳍肉。背鳍肉其实是鲫鱼它油脂最高的地方。这是白鳍鱼，据说是鲫鱼生鱼片里面的极品。台湾式的吃法是大块的切，然后大口的吃。但这位法国人 ，So now you're eating sashimi with a knife and fork? No, I'm just cutting it. 其实这样真的比较容易入口。It melts in your mouth. 肉质真的好细，但想不到老板要我们吃 sashimi 配咖啡。奇怪的是，感觉不会很奇怪哎，有趣。这里还有一样有趣的鲫鱼料理，烤鲫鱼尾，无油烹调哦。那鲫鱼尾它有特殊的口感，因为它尾部它活动力最大，那它的胶质也会特别多。对啊，然后它的肉质反而跟胶质会不一样的对比，肉质是很细致很嫩的啊，然后它胶质又特别厚，然后口感又特别的棒。这次的台东冲浪之旅，我体验的冲浪，Dean回味了以前的生活方式。他说他好喜欢这边，已经在打听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打工了。Absolutely awesome. I come from a small town in France, where in the south of France, where we have a lot of waves all year long, but more especially during winter time. The waves are actually a bit like that, so I wasn't completely lost.And then I lived in Australia for a while. You could resume most of my life during this year as playing guitar at night and in the morning wake up early and then go to surf, which is exactly what we've done today. So in less than 24 hours, I went back in time and lived 1 year in Australia again. That was really good. 民视新闻吴雨荣、彭博勋，台东报道。